迄个时阵，我十七岁，但工厂的初中三年级，我考的成绩真乱。阿爸回来以后，甲我警告讲，你千万唔通到外口去参加做啥物代志啊！慢慢想袂到，迄竟然是阿爸在世的时阵，对我讲的最后一句话。3月10日，有学生仔伫路下，国民党的兵仔甲拍死。 阮老爸将这学生的尸体扛回去淡江中学，囥伫体育馆内底。阮老母就叫阮老爸去看下下同学的状况，结果伊当啊出门尔，就去拄着兵仔，互掠去啦。听讲吼，阮老爸甲陈灵通校长互掠去了，做伙互绑咧沙仑海水浴场的树仔顶，规暝规日。